一家人旅居，原油四海，有它就够了。不仅空间大，配置还全，由福特 T8 顶层打造，出厂即高配，驾乘感更棒，无需再额外的增加辅助系统。车长5米99，车宽2米45，车高3米45，车头前方有智能限高预警以及下方的驻车支腿，既可以保证在行车时的安全，又能够让车身更加的稳固。深层加拓展的结构，可使用的面积达到18.72个平方，车内的空间感更强。白色车身搭配上黑色与橙色的双拼拉花，给人一种阳光活力四射的感觉。别看它外观是个小甜甜，人家内心可丰富着呢。Nice。车内的布局更偏向于温馨简约的风格，更加精致，整车可以合载6个人，不超载，可以满足3代人同时出行的需求。吹徐徐海风，赏四方美景，三五好友谈论诗和远方也是一番风味。有办公需求的呢，可以将我们的餐桌进行拓展，拓展之后的餐桌可以达到120公分乘以60公分。最关键的是这个座椅还可以按摩，靠背腿托调节之后呢，这个舒适度是真的没谁了，能坐直能打滚，尺寸还是2米，居然还可以做到3面环窗，这个顶级的配置恐怕只有在飞翔能看到吧。在上下床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小爬梯用来辅助，不用的时候呢就可以放在一侧，不会影响下方的活动空间。内外双厨房的设计，而且呢配置也很全，黑科技满满的油烟机、电磁炉和柴油炉的强强联合，双管齐下，贴心的洗菜池以及储物能力超级丰富的储物空间，都为您日常的使用提高了生活幸福感。新鲜的蔬菜水果您就放到168升的双开门的冰箱里面进行存储。智能化妆镜、固定洗手池、高脚位的水龙头、恒温花洒、智能马桶，还贴心的给您准备了毛巾架，挂放衣服、毛巾都非常的方便。而且换气扇呢也是暗安装，做了防反味的处理，还能够通风换气的外推窗，保证了内部空气的清新。为了更好的保证车在降下来之后内部的空间的采光效果呢，在楼梯处设计了雨感天窗，下雨的时候可以自动关闭。那么上楼的位置呢，给您隐藏了一个3.5公斤的洗衣机，您的床单、被罩、衣服您都可以扔里边去，而且这里居然还有一个这么大的抽屉，这个空间您放点啥不行呀？而且上方的楼梯还给您是准备了上掀式的设计，储物空间能力也非常的强，可以放置我们的维修工具。想象一下，外面可以是日照金山，也可以是山川湖泊，每天都从这样美好的环境中起来，是不是工作都充满了动力呢？1米5乘以2米的双人大床，而且还带有2个床头柜，后方呢还给您准备了一个独立的卫生间，里面的配套设施呢也非常的全，日常的梳洗打扮都可以满足，还有外推窗通风换气效果一级棒。就这，我说它是5星级酒店的配置，应该也没有人反对吧。水电上配备了5000瓦的逆变器，1280瓦的太阳能板，420的锂电，48伏的电流系统，260升的清水，160升的灰水，大水大电的配置可以放心的使用。配置全，驾乘好，水电充足，这样的一款房车，我实在是找不出来它的缺点了。如果说你也喜欢它的话，您就在评论区下方留言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。